就是死这个吗？哇！这么巧，我这几天也几乎没什么在看，都沉浸在儿童吃小玩家，没注意到，对吧？被吸呀！我被吸，被吸，被吸！献祭黄金，黄金献祭恢复，对呀，是28。OK。怎么架不住可爱杰克蒙？哎。你们哎、欸，你们通常打这个东西，我都很无感哎、欸，我都会说啊，随便你们讲啦、啊，我反正就干，我就整个就很无感。啊呜！什么？这样拿？哇，赵子龙啊！赵云，欸、白痴哦、喔，这边钱没拿到啦。我都没挡到哎、欸，天哪！这每次挥下去都来不及挡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好啦，我可能是我太贪心了。哦，要死被吸了，要死要死！去你的！我就这尾刀是他的。哎呀，很多时候都把是做效果、喔，我现在是懒得做效果了。哦，你们才可爱萌呢、啊，你们最全家你最萌。叫我昨天玩卡林巴、啊，我最近都在玩啊，你没听到吗？我之前就有在玩了，只是最近又拿出来玩，突然想到我还有这个无聊可以玩的东西。说那天寂寞的就在玩这个被骂，我说很恐怖，不要玩。
17还是12？17啊！我今天开台在跟那些人讲说，你都要买的话，就要买17，不要买另外一个数字的。我忘记是多少了，因为能按的东西太少了，会感觉会不太好。要买就要买到最大，就跟斗内一样，不是哦，差很多哦。跟斗内不一样，我是也是啦，我是那种你既然要用的话就要用到最好啊，就跟我之前买绘图板啊，还是送礼物的时候啊。使用双手武器攻击，可施展新的动作。好了，任务解完。什么叫抖内比较爽啊？心情不好就想花钱那种感觉吗？嘣！我看这是什么？每次贪婪消的人腐化甜，体质加二。蹲蹲蹲蹲蹲。赚钱。尤其是当有人可以陪你一起抖内互相尬的时候更爽，所以你都会趁雅思在的时候在吗？为什么突然又开始腐化啦、啊？我是吃到什么鬼东西？靠！我该不会挡到就腐化吧？
这把我喜欢，我开始喜欢用爪子了。同一把，我的天！你看哦，打这只会开始腐化哎、欸。是我不能格挡吗？我是吃了什么鬼东西？没有啊。是狂加哎、欸，什么鬼？杰克开场赚了4500。像那天巨鳄，哇，他是怎样？谁跟他？谁跟你尬、啊？太屌了吧！我是中了他的招，所以才会加那个吧？是吗？我好像看懂了、欸。中那个法师的技能，就还有这个增加，我的天！那天就是台里面有个小可爱在作死，谁？杰克吗？哎呀，你也不是不懂杰克的个性。就还嗨呢，攻的基础生涯、快没血了，哇哦，赶快来这里，哎呀，怎么又腐化了、啊、一些火盆冒着黑暗火焰，但是无法被点燃，哇，不妙啦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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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，爆了啦！于是我就跟雅致用超级留言把它高高挂起来，闪亮亮。不是杰克，谁啊？哪个小可爱啊？还有谁比杰克可爱啊？云月吗？云月不可能在杰克台的时候还在开台啊。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可爱的就只剩下谁啊？好像没有了、欸。那我觉得可爱的，我最近觉得可爱的 Lumi 还蛮可爱的、欸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他就是那时候玩那个什么王国之战，然后被怀疑是间谍的时候，我哪有？那时候我觉得很可爱。观众，谁呀、啊？是什么？开始探索时获得1000块钱，哎呀，这好像不错哎。这15个攻击时承受伤害减少50%，而且，好了，我差一个，我们解锁这个吧。到现在还没过关过，我是不是真的很烂？刚刚打完贪心了，不然其实可以过哎、欸。
没走过这，走走看。好像又走过，忘记了。可惜的是，杰克不像哈基会做死，不然早就让他穿上。欸，他就是曾经作死过齁，不是吗？他们就曾经都作死过才会开这种东西。像我就不会去作死啊。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可怕、啊。枪林弹雨的偶人造雨什么意思？除非哪天真的是你看 YT 也做不下去了啊，然后 FB 可能也离开了啊，再做死一点也没关系，我可以为了钱低下头。哇，看我中了啊！我怎么又中奖了啊？加二十，加三十，我躲！哎、欸，这个恐，我以为这个球没什么恐怖，现在开始觉得球好恐怖哦。啊，介绍一下这游戏是什么？这游戏就是爬塔嘛。啊，但是就是你左下角这个是你的类似诅咒的东西，每到100就会增加一个。然后一个就是可能会让你每次进去都会有一个负面效果。这样。喂！你不要了那、啊、然后我那时候都没发现那个法师丢出来会让我这个增加，还会一直狂吃他的，想说怎么会打一打那个加这么快？没有，那个是什么？基础？我看艾比手。话说星期一那天，我对哈基说是在100美的话，阿米狗那天穿一次女巫装，他很明显就犹豫了。就犹豫了。哇哦！而且，我这么觉得你们的。口味真的是很重哎、欸，哈基还是团团他们穿女仆装，你们真的吃得下手？我很恐怖，那让我想就觉得很恐怖。我就是跟小雨一样的类型、啊、就是你要做什么免谈，不要这样，我就这么凶，懂吗？然后很多人就说我真的很不会什么做人啊，还是怎样的啊？我、哦、看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归零了啊！但是这个增加了啊，不是啦，我怎么办的？这个是回血用的啦，刚点错门了。这个是回血，就是你会增加诅咒，但是会回血。我刚刚应该要点隔壁的，没点到。美色也不要做，对啊，对自己多爽啊！神庙之咬。陷阱偶尔会舞动，宛若某位无声的鼓手醒来演奏的乐章。现在自动节奏，哇靠！第一次陷阱会自己跑起来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就是欣赏我做自己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！
你知道家庭教师对不对？就早期，我的，就早期那时在测试说你是什么属性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云属性的，你看不被拘束的啊，五灵不是灵啊，不被拘束的浮云啊，可是第二每次测都每次都不一样，真的觉得很好笑啊，那测验真的就是让人家测到自己蛮。那测验就是让你自己测到自己想要之后，就觉得哦好准哦，然后公开 po 文这样子，跟白痴一样。你看哦，这就是增加20点幅画质嘛，完美一击虚弱敌人，每杀11名敌人就消除一点幅画质。哎呦，献祭黄金，那用这个了。应该是不用拿公社吧，不然拿公社一直耗那个什么碧阳旗云雀吧。现在要做自己好难，没有啊，就是如果我就是因为太做自己才会没观众，你知道吗？哇、wow! ！来，我要当弓箭手了。哇、wow! ！白痴，对不起。我要试试看是不是用这个也可以。哦，不行哎，你不要拿弓杀哦。啊！所以就是很多人在骂的啊，有些人是为了赚钱，所以一定那就逼不得要那个什么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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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为了赚钱不得不什么？你就是最近的口罩事件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如果让你 po 个文，然后有大把大把的钱，你会不会去做？每贪婪杀戮会消耗一点符化，云雀哦，云豆对啊，毒蛇献个血吗？这样杀戮会变两点腐化吗？723，看一下献了之后就是多少。啊？怎么献祭之后血又变多？不是723吗？不，又加20了哦。所谓的没作死就不会死，我们来回顾一下部分他们作死的记录。哈记，我先把仙姬球丢完，丢到剩下一个少女魔装啊，对啊，欸，那时候真的是最后一颗仙姬球就中了，欸，那时候刚好跟到一些火盆冒着火的那边，我刚好就在聊天室在看他抓那个雷西拉姆，我们之后号称女仆龙，就是那一只
哈记的女仆龙，这是小。不是啊。有挡到了、欸，我好猛哦、喔！我要越强了。那时候本来是说什么繁星，就是有人抖内多少，然后就是录那首歌给那个人听这样子。我说哦，这还 OK 啊？哎、欸，这那么强哦、喔？再开始。哦，这可以挡火哎、欸。我想说，可是又想想算了，我家环境不适合唱歌，就想想算了，哎、欸，就没有这回事了。哇、哦，这次好凶哦！真底凶，还有星期一的那个也很精彩，一堆掠夺者站着完全不动，就等哈基女仆中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大家想看你哈基，我记得他唱的那首歌，嘟噜噜嘟噜噜，嘟噜噜噜噜，嘟噜噜嘟噜噜，啊满了是不是？啊，要选一个丢掉。虚弱敌人，虚弱敌人伤害，这个不要。那、啊、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比较好吗？噔噔噔噔，好像体质是下这个啦，加血量的，想起来了。啊，满了哎、欸，还会有满的哦，所以不能这样子一直走这个。I want something。对啊，干！那个画面真的是超好看。啊，到！哇！再来呀、啊！看，这有点夸张喽，这太夸张喽！哇！卖照那个戏，隐约36届穿女仆装哈基的原因，但我记得好像跟哈基有关。隐约穿女仆装的原因啊，不就是那时候也是立什么弗雷格吗？
YT 首播能超级留言吗？好像可以，靠腰，不知道。你要干嘛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记得可以，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神什么首播的时候，好像是那时候看那个狼人杀的时候，有人就是用超级留言在那边跟那个小编加油那种东西。每次干净。你看，现在有两个说法，好像不行，好像可以。来，都加个好像，我记得可以，好像不行。没血了啦，无一二，玩毛哦！打 boss 了，没血量了。那打 boss 前不能睡觉，不是真正的爬塔。滚不了，滚不了啊！滚不走，哎呦，烦呢、欸！潜伏者到底是谁啦？明明就好像没看过他，高明就是被狼咬死了。好了，可以点天赋了。我就是这个吧，攻击时承受伤害减少 50%， 而且不会被打断。这个，然后换这个上去，移除套用，好了。这个还有没有别的啊？没有了。等等，五点首播吗？有吧？又没有吗？我去看一下。你们每次这样问，我就很担心我到底有没有射到首播、欸。哎，嗯，他继续在开台吗？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他继续在开台、欸，哎，哦，他在研究指令哦。哪只嗨，哈基。哎、欸，然后这个封面的小雨，我发现他很像是辛普森家庭的、欸、那个嘴巴，然后眼睛超像是可达鸭的，哈哈。哎，我也回不去了，可达鸭，然后继续玩。武器先吗？现在没有弓箭了，我们要先赚钱，先赚钱。对啊，哈基在开台，你可以跟哈基讲说，繁星刚刚偷看你开台，所以我过来了，类似这种话。欸、嘿，我会开场决定拿什么武器啊？还是要先第一场过关？哎呦，锤子，拿！跑去抖的哦，哦，很棒啊！蓄力攻击虚弱敌人，我要火系的。
捷运还在吗？哈基好奇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有点担心。你是抖了多少啊？欸，我真的不是只有我会担心好吗？其他。